里的人气小王子鱼豆腐是本宝宝每次的必点食材，摸着我赤裸裸的良心告诉你，在家就能自己做啦，味道口感都一级棒的啊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龙利鱼，大刺小刺通通没有，通通都没有，真是懒人的居家必备，只需要去掉白色的筋膜，留下最顺滑的鱼肉就好。鱼肉改刀切块，大小取决于家里的料理机，功率小的话只能打碎小块的鱼，别等到机器冒起青烟才懊悔的拿小拳拳捶自己胸口啊。用料酒、盐和胡椒粉做一个基础的去腥，不用过多的调味啦，简单就是这么任性。磨成细蓉，给这个世界上不吃姜的宝宝们多一些关爱。木薯淀粉能让鱼肉变得 Q 弹，这是神奇的步骤。接下来还有鱼肉的华丽变身。放进抹了油的盘子里，一条龙鲤鱼最终就成了这么一小盘，全是精华呀，一定要刮干净了呢。然后就静静地等待鱼肉变熟啦，其实到上一个步骤就可以吃了。没有油炸的鱼豆腐是不完整的，而且油炸的声音实在是太有食欲啦。自制鱼豆腐哪家强，你学会了就是小霸王。